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希望有个漂亮妈妈。我看看，要买的是卷心菜、鸡蛋、龟盖、葱刷子。好，全都买好了。蔬菜店的老板还给我便宜了30日元，这一次可真是赚了。要不这个钱就不让妈妈知道，我自己收下了吧。小丸子，你好。啊，是加代子。你好啊，小丸子。您好，我们现在要去参加亲戚的结婚典礼哦。结婚典礼？哎，所以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啊。一直跟加代子做好朋友，谢谢你了。对了，下次到我们家来玩哦。真香啊。再见，小丸子。嗯，再见了。再见。再见。加代子，当心一点。怎么千万要当心呢？加代子的妈妈真是好漂亮啊。我回来啦。回来了。咦，什么呀这副打扮。我在打扫浴室呢。对了，东西都买回来了吗？剩下的钱。你给我等一下。拿来剩下的钱。快点，快拿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当然了，谁让我是你妈妈呢。怎么了？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姐姐，为什么我们家的妈妈是我们妈妈呀？我说爸爸，为什么你的那位太太就不能改变改变呢？为什么你当初不和长得漂亮的人结婚呢？你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加代子的妈妈真的好漂亮啊，可是和人家妈妈比起来，我家的妈妈就……我长得不漂亮，真是对不起。说这种话的孩子不吃点心也没关系。不要布丁。算了算了，妈妈，丸子还小，他可能不知道。丸子啊，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是相当漂亮啊。哎呀，不是嘛，我看过妈妈以前的照片，要比现在瘦多了吧。说的是啊，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人呢。以前的妈妈的确很漂亮啊。说的是啊，以前的确很漂亮，下巴尖尖的，眼睛水汪汪的，是个时髦女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胖了，就像一个肉包子一样。像肉包子。讨厌了。再说这种话的话，今天的点心你们都别吃了。爸爸也是，今晚没有酒喝也没关系吧。真舒服。咦，短裤呢？睡衣呢？妈妈，我的睡衣呢？抱歉抱歉，短裤和睡衣，等着，我现在就去给你拿。那个是什么东西呀？以前的围巾啦，
本来是想找新的毛巾，谁知道把这个给翻出来了。哎，真漂亮。但是有点太鲜艳了吧？哦。第二天。喂，我的袜子在哪儿？这就给你拿去。妈妈，能过来一下吗？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就过去。哎呀，真忙。你怎么刷牙刷到现在啊？动作快点儿。妈妈。嗯，那条围巾你不戴吗？你戴上很漂亮哦。是吗？你就一直戴着吧。这样啊，那么下次吧，出门的时候我就戴。不用等出门，平时就戴着不是很好吗？你说什么呢？脖子上戴着那种东西，做家务很不方便的。但是，你看，刚换上的睡衣就弄脏了。真是的，我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这个孩子。对不起，妈妈。真羡慕家代子有个漂亮的妈妈。其实还好吧，我妈妈可是差太多了。如果我妈妈也那么漂亮的话就好了。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怎么啦？好像没什么精神。说什么她妈妈不够漂亮什么的，所以没精打采的。小玉妈妈也很漂亮，真好啊。没有那么回事儿。小玉，你不用谦虚的。我说真的，我妈妈都是化妆的，仔细看的话，眼角那里都有皱纹了呢。我妈妈也是的，你看见的那次化妆花了一个小时呢。妈妈们肯定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情会被女儿们在学校大肆宣扬吧。我倒是觉得小丸子的妈妈才最好呢。我也这么认为。哪里好了？因为一直笑嘻嘻的，看上去很和蔼呢。他对外人才一直笑嘻嘻的，在家里的时候一直脾气很大。今天早上我不小心把牙膏弄到睡衣上了，他就摆出一张非常吓人的脸。怎么啦，小英，不开心吗？不开心的脸最像我妈妈了。小丸子他因为自己妈妈不漂亮，所以有点不开心。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不开心？我妈妈长得也不怎么样啊。就是啊，不，好痛啊！你干什么啊，不？我自己说说也就算了，被别人说的话我就会很生气。这算什么嘛，不？冰冰，其实你很喜欤自己的妈妈呀。你说什么呀？不要乱说，闭嘴！哎呀。其实说实话，我倒也不是不喜欢我妈妈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喜欢妈妈长得漂亮点儿。我回来了。哎呦，妈妈不在啊，可能是出去买东西了吧。从前在一个巨人国里，来了一头非洲的长颈鹿。现在播报新闻。我回来啦。回来了。妈妈回来了。请问您是哪位啊？真是的，你这孩子发什么呆呢？等一下。你鬼鬼祟祟的看什么呢？我想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说什么呢？我是你妈妈呀，你妈妈。你妈妈我呀，变漂亮喽。漂亮？对呀，小丸子，你开心吗？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啊？晚饭？不知道。不知道，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快点做晚饭嘛！不要，我不想做饭。为什么？因为手会变粗。哎呀，下雨了。
妈妈，不快点去收衣服的话，衣服会被雨淋湿的。不要。哎，为什么？因为我的衣服会被淋湿的。小丸子，小丸子。怎么？我去教传阅板报，和高丸太太聊得太开心，忘了时间，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真是对不起了。妈妈，我马上去准备晚饭，你呢，先吃点点心，等一会儿哦。啊，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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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呀？我说妈妈，什么？你很漂亮啊。啊，糟糕了，浴室的水没有关。哎呀，不好，煤气煤气。啊，对了对了。妈妈一直头发凌乱，一副很生气的表情，但是为了家人，全心全意的付出，虽然不漂亮，但很迷人。小丸子心想，这就是我的妈妈呀。真好吃啊。疑云重重的白色情人节，啊，真无聊啊！怎么了，小丸子？明天就是白色情人节，但却没有任何能收到回礼的迹象啊！我说，花轮同学明天会回礼吗？那当然了，今年我可是准备了53份饼干呢。53份？难道说你情人节收到了53份巧克力吗？真厉害！那个也给我一份吧，作为友谊饼干也好啊。殷同学，我记得情人节好像没有收到你给我的巧克力哦。别计较嘛，明年的情人节我回礼就是了嘛。情人节如果收到巧克力的话，还要记得送回礼，真是辛苦啊。所以我们俩还是非常轻松的。永泽同学。哦，是姐姐，姐姐。嗯，啊，丸子姐姐，姐姐今天怎么和夏美在一起啊？我们是在龙门口碰到的，对吧？嗯。小丸子，那我就先把夏美送回家去了。嗯，我知道了，丸子姐姐，拜拜，拜拜。永泽同学。难道说今年你要送回礼给什么人吗？说什么傻话呢？我怎么可能送给谁这种东西呢？说的也是啊，像我们这种与情人节无缘的男生，在白色情人节也是一样的。泡澡真是太舒服了。这是点心店的袋子。姐姐一定是想藏起来，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吃掉，被我发现了吧？这个是……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丸子？在姐姐的书桌上，我看见一份白色情人节的饼干。那份饼干一定是情人节的回礼，不会错的。会是谁给的呢？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啊！等等，爸爸，这你都不关心吗？吵死了，我先去拿一瓶啤酒。真是的，啤酒居然比自己的女儿重要，不像话。爷爷，白色情人节的饼干会是什么味道呢？我也希望有人能送我情人节饼干呢。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才拆开来吃啊？她应该不舍得，不可能马上就吃的吧？少女的情怀呀。嗯，这个可是真命天子。我要去查明那个人到底是谁。哎呦，爸爸，你不是去拿啤酒的吗？你到底在干什么呀？可恶啊！爸爸，浴室里没人了。啤酒，啤酒。
怎么了？没什么事，没什么事。第二天，早上好，永泽同学。早上好。你看什么呀？没看什么，是点心店的包装袋。永泽同学为什么要把点心带到学校里来？难道说是白色情人节的饼干？要扔了！嘿嘿，准备好了啊！永泽同学，他明明说了不可能送的，他说谎了。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呢。喂，藤木。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呀？你的嘴唇看起来比平时还要紫啊，肚子疼吗？你到底怎么了，藤木？永泽同学，他好像要给别人情人节的回礼。怎么可能呢？不会吧？难道他收到巧克力了？那么回礼是要给谁的呢？这个，真有意思。我们去查清楚吧。好。有了，是小山学长，姐姐看起来好高兴啊。难道说，给姐姐情人节饼干的人就是小山学长？看见了吧？好，开始跟踪。喂，藤木，你在干什么呢？但是跟踪他好像不太好吧？难道你不想知道他要把礼物给谁吗？算了，别管他了，我们俩走吧。哎呦，这次在和别的男生讲话。我说，姐姐，你是不是有点不专一呀？只是说说话而已，和专一不专一毫不相干。咦，小丸子，你怎么在这儿啊？有什么事情吗？啊，你好，找你姐姐啊？要我帮你叫吗？啊，不，不用了。小英。啊。好险呐，差点就要被发现了。哎，小英，小英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呀？那你们来干嘛？因为永泽要去回送情人节的礼物，我们正在跟踪他呢。永泽吗？嘘。啊，抱歉抱歉。那永泽人呢？哎呀，去哪儿了？跟丢了呢。快点，我们追上去，应该没有走远。啊，那个永泽呀。到底要给谁呢？是姐姐。咦，那个袋子明明是他收到的回礼呀，为什么还要带到学校里来呢？是和姐姐一个班级的根岸学长。啊，难道饼干是根岸学长送给姐姐的？姐姐不想要，要还给他吗？虽然根岸学长是个好人，但是将来要做我姐夫的话，还是换个帅一点的比较好啊。哎呦，这里是，夏美。小丸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呀？没，那个袋子原来不是放在姐姐桌上的吗？是啊，因为夏美在情人节时给我送了巧克力，所以我为了回礼才买给夏美的。因为夏美最喜欢杏子姐姐了。搞什么嘛！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小丸子，你也真是的，竟然跟踪我。对不起对不起。果然泡澡就是舒服呀。哎呀，不是已经给夏美了吗？对了，这次肯定没有错，是姐姐收到的情人节饼干。
哦，果然，让我看看，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非常感谢你，永泽。永泽？哎，那么冰冰他们所说的永泽回礼的对象就是我姐姐。啊！你竟然自说自话拆我的东西，姐姐。难道你给永泽同学巧克力了？啊！俊男啊，你把手帕还给人家了吗？已经还了，真是烦死了。你在说什么烦死了呀？我可是仔细的把手帕洗干净，还特地去买了饼干作为礼物呢。啊！真是的，那车也太过分了。英同学的姐姐真是善良啊。所以你就把手帕借给永泽同学了。在你走了之后，我回到教室里，永泽同学等在那里，把手帕还给我了。啊，太好了，永泽没有成为我的姐夫。没什么，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永泽，放学后到体育馆后面。哦，我一定会让你说出到底是什么人的。明年我也可以收到巧克力的。因为就连你都收到巧克力了。藤木同学，永泽同学，我觉得我们俩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等等！永泽被弄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个白色情人节里，永泽与藤木的友情出现了微妙的裂痕。人生只有一次，要是随便浪费时间，以后可是要后悔的哟。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究竟什么叫酷呢，和正想着要做，敬请期待哟。